去年12月30号，国道收费员就面临到被他们原本的雇主交通部高工局抛弃了，把他们这些为了国道打拼120年的收费员直接丢给。
就是这些财团跟官商勾结的受害者。我们来上总统的面前，请把大家的蓝光拿出来。大家请把蓝光拿出来。请把蓝光请起。请把这一排拿好。1903年6月12日20:12。